立正，行礼，请坐。各位学员，大家午安，大家好。麻油酒鸡食了无够的款呢。大家午安，大家好。要知影哦，拜托迄个油神讲吼，酒甲恁加掺一寡。这两天、这三天的授粉吼，我请问各位啊，恁有得到真济物件有无？有无？这是一般来吼，这是第十五，会记得吼，恁拢是第十五届第十五届学员，这后摆拢会毕业的吼，对一人是对一届呢，所以迄、那个第几届吼愈少吼，后摆愈厉害，啊，所以我今日安尼真好啦，我安尼面甲看过，大家面拢红红，真水。咱是算讲这三天内底。啊，即马到即个时阵吼，一般来讲吼，我真爱上即节课，因为即节课你上的时阵，大家拢笑眯眯，啊，毋是讲要欢喜听我演讲啦，主要是讲哦，等你要回去厝的啦，吼、哦，大家拢真欢喜，啊，真好吼、哦。啊，即、这个听听的回去，爱较到位。啊，我会当甲各位吼，恁会拄到的现状是啥物？就是讲你听听的回去以后吼，会到我差不多四五年前，拄我开始咧讲即个论述的时阵从马甲里面臭头的，啊，不是讲我读较歹，就是我读较少多，啊，无就讲诶，啊，人即马，啊，即马政府都管了好好，啊，要甲变要创啥呢？其实吼，坦白讲啊，你拢唔知影讲中华民国伫甲你糟蹋，糟蹋到啥物程度，你拢搞不清楚啦。啊，我若甲你分析个清楚，你就真知啦。干那讲一个足简单诶就好啦。1950年6月15日。一元银换40000元的代志，你唔知知无？你拢捌听过嘛？吼，一元银换做换，甲你换迄个40000元的代票。所有的钱，台湾人的钱啊，伫迄摆的迄个币制的改革吼，拢多了了。你偌好个？一栋楼啊厝，无定剩无2块3块呢。啊，所以台湾人吼。家己拢唔知影，家己到底讲，你伫这个中华民国，你家己统治的经营是过到什么款的程度啦？咱这个所在你有看嘛吼？中华民国1950年6月15日，用1元的新台票，甲你换40000元，迄摆吼真正将台湾人洗甲清气清气。啊，刷落去呢，啊，台湾人就感觉讲哦，有个人就讲啊，安尼我来甲国民党来合作。啊，甲伊合作的时阵哦，我来做伊的，当然伊袂甲你明记，甲你讲哦，啊，你得来做我的走狗，伊袂敢咧甲你讲嘛。伊讲我予你赶做，啊，你爱听我的，照我的命令去做。你讲，啊，甲伊合作袂歹啊，啊有赶好下做，啊有当会当贪污，啊演变到今日你看，100块的医生，真真正正去做的，工费才偌济，30块，70块拢分分掉。这拢是大家人的钱呢，所以我讲咱台湾人吼、哦，钱去互糟蹋去，拢搞不清楚。啊，所以今日呢，伫美国伫甲咱斗三工的时阵啊，尤其是咱控告美国以后啊，美国人因为美国一个三权分立的所在，立法、司法，甲这个啊做立法、司法甲行政三个单位啦。一般是行政伫做，但是立法机关。那看讲你有唔对的时阵吼，伊就该出来该指正。哎，过去台湾人袂晓讲，你家己去互糟蹋，你家己去互奴役，啊去互剥削，你家己袂晓讲呢。1950年的时阵啊，韩战迄个时阵啊，6月25日宣迄个韩战爆发，6月27日嘛，迄、那个杜鲁门宣布台湾啊啊做中立。第7舰队啊，伫台湾海峡巡防，迄个时阵啊，中国人有做一个动作，做啥物动作？就是讲伫联合国1950年的年底啊，伫联合国控告美国侵略台湾，
1950年的11月哦，所以迄个时阵中国有派吴修权带九个人去联合国参加辩论，联合国讲好，啊无你提出证据出来。伫迄个时阵啊，美国政府当时向美国控告中国侵略韩国，啊两个案当中伫联合国表决，美国所提迄个案，中国侵略韩国的案通过，但是美国侵略中诶、美国侵略台湾啊，中国的台湾啊没有通过。你唔看，你唔通看这个代志小代志，这个代志就是演变开罗宣言呐、啊，无效，伊原因伫遮啦。因为开罗宣言伫1943年12月伫签的时阵呐、啊，蒋介石甲两个国家，美国甲英国同意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你若讲将台湾这块土地来交予我中华民国，啊那安尼啊，我中华民国愿意甲你美国甲英国啊合作，我将我中国开放我的空中，予你美国啊去甲轰炸日本。但是美国甲英国有改讲一个条件。你若讲台湾要等于你中华民国的时阵啊，有一个条件是讲，你中华民国建军以后，你袂当侵略任何国家，袂当侵略国家啦。啊，这个中华民国蒋介石甲同意，所以同意以后啊，开罗宣言即摆有人讲啊，都无签字，无遵守，歹势。虽然是无签字，但是有握手。伫西方国家。的法律，你甲问律师看卖啊？我就是无签字，但是我经过握手，有遵守。所以1950年的时阵啊，罗威尔这个开罗宣言，无要甲写入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华民国撕破了因原先的承诺，因为去侵，以中国啊去侵略韩国，虽然迄个时阵。所谓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继承中华民国变成中国，所以伊这个侵略韩国的时阵呐，所以美国用这个做借口，讲安尼开罗宣言无遵守，波茨坦宣言无遵守，因为你已经违反诺言，所以旧金山和平条约开始1950年、1951年开始写的时阵呐。将台湾这个代志呀，讲要交予中华民国代志，甲提掉。当然，迄个时阵呐、啊，有两个代志啊，嘛是爱考虑。第一个代志就讲，因为1945年4月7日，日本的天皇已经伫台湾琉球的，甲迄个朝鲜的地方啊，宣布日本天皇的诏书，就是这两个所在，予伊参政权，有这个参政权的。代表讲人民有权利来参政，啊，所以这个土地已经在国际法的内底为殖民地变作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今日日本天皇要给台湾的所有权，因为放弃的是政府，因为日本天皇是二元制的国家啦，二元制的国家就是两个头，一个头是天皇，一个是政府，政府的首相。伊是有管理权，日本天皇将伊的所有土地来交予首相来去换头，但是台湾这块土地本来是伊的殖民地，啊，这外国讲转来倒转来，因为台湾是拓殖地、殖民地，所以伫国际法的内底可以割让。我这顶昨日我伫讲课的时阵，我有甲各位报告，全世界。所有的土地也敢互相割来割去的，敢那殖民地、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袂使哩。我举例予你听：美国甲西班牙1898年战争，1899年巴黎合约内底，西班牙放弃古巴、波多黎各、关岛甲菲律宾，这四个所在拢是西班牙的殖民地，所以也当割让予美国。同款的道理。日本甲中国战争的时阵，迄、那个马关条约拄啊开始的马关条约，有将辽东半岛割给日本，
但是落尾啊，有三个国家出来反对，德国、意大利、甲美国，伊讲不对，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未当挂予日本，所以日本无法度再将这个辽东半岛佮拖到等下还予中国，但是佮中国要求讲哦，安尼无你赔我3000万就好，啊，中国我那是赔。坦白讲啊，日本因为马关条约时啊，得到真济赔偿啊，所以日本的国力啊，全雄雄拢爬起来。所以爬起来，你知影日本啊，已经变作全世界一流的国家呢。迄当阵呢，美国是二流尔尔啦。啊，日本人哦，伊伫做在足顶级呢。伊变作一流的国家的时阵啊，伊开始发展伊的这个军事武力的一部分。到今日为止啊，日本人的军事的武力啊，要够是伫美国甲看讲，伊是世界第一的。我看下，我相信恁大家要看迄个啊，做迄个 Discovery 的演讲的，迄个电影内底啊，有一摆啊，我有看到，诶，记录嘛有。潜水艇内底啊，日本人已经发展讲潜水艇会当载3架的飞机呢，3架的飞机会当载伫内底呢。奇怪咧，潜水艇爱沉落海内底，啊，佫浮出来，啊，飞机敢袂进歹？日本人头脑真好，伊用2架的。行，迄个潜水艇啊，甲做伙从乌空啊，跩做一个港啊，3架飞机啊，十个甲后尾倒边来啊，藏入去内底迄港的内底，哦，真巧呢。啊，而且呢，伊这个飞机啊，伊一定两要起飞的时候，飞机爱加热，一定爱先加热嘛。啊，伊若准伫迄个要去潜水艇内底甲加热的时阵啊，安怎？迄个一氧化碳会走落船的内底，哎，航空母迄个潜水艇会死了了呢，啊，所以伊嘛较改进，伊用迄个乌油啊，用迄个啊做用先烧个滚，啊了倒落内底，会叫做成呢，做3架呢，因为以前伊的飞机啊要飞到美国要甲轰炸很难呐，太远了嘛，真好。啊，所以这三架航空母舰，落尾啊，这个日本投降的时阵哦，美国先去甲看到，看一个美国嘛惊一跳呢。哇，这搞这款的物件，啊，落尾啊，苏联嘛知影，啊，苏联知影讲，哎，这嘛是我嘛战胜国，我嘛要分呐。啊，美国人真巧，拢总上甲翕翕的，技术人员甲抓抓的，啊，去三架潜水艇甲炸掉，甲炸好沉去啦。安尼，这个秘密。美国有独自掌握，啊！你这独自掌握，当然即卖的飞机当飞上远是免是安尼啦。不过有真济美国上届新的技术啊，拢总是为日本的时阵去摕到。六方会议的会谈的时阵啊，中国的代表、美国的代表甲伊讲，伊讲你中国的武力唔是全世界第一名的啦，我美国嘛唔是第一名的啦。中国人惊着呢，有嘿？啊，你什么人第一名？伊讲日本。我甲你讲一个例，恁知影协和号客机无？协和号客机恁听有无？法国的协和号超音速伫飞有无？啊，落尾即摆无去生产，啥无先生产？因为伊的引擎收大声，噪音太强诶。所以伊这个引擎收大声，所以全世界甲伊讲，你袂当飞，迄环境污染。美国全出面甲日本讲。你去甲买迄间工厂，伊真正甲买呢？三菱重机啊，重工啊，甲买。三菱重工甲买了后啊，哇，迄、那个眼睛唔啦，安那个盖，干那盖，听讲盖一挂物件呢，无声啦。日本用迄个眼睛做18架的战斗机，放伫琉球。我每一摆伫演讲的时阵，拢有讲到这点啊。还这个三菱重机顶礼拜啊，中国甲。入侵呢，骇客个入侵呢。啊，我看三菱重机一定会切我切到要害，啊，你无代无志，甲我讲出来。啊，伊个高个迄个制造所，拢去互伊入侵呐，偷摕伊个机密呐。但是日本是讲，美国嘛介入调查，讲，伊讲应该是没有泄密呐。啊，因为吼，中国以前敢唔敢呐？伊还阁唔知影日本伫厉害啦。啊，我即马即伊讲吼，拢全部拢听有啊。全世界，你看我听咧讲哦，全世界才有30000人听着呢。啊，即摆听着中国一定听，我甲你保证，每一节课我爱课啊，伊绝对拢会去甲我听啦。
啊，我一直甲讲三年哦，啊，种海三年哦，去互伊入骇客入去内底哦，甲偷摕物件。不过呢，听讲无提起啦，啊，有提起也无提起吼。后礼拜我才会知啦。啊，但是顶礼拜我文章就不直直发出来，啊，发现大家拢有看。毋是干那三年尔尔，日本人伊毋是干那伫注重伫这个航海。你知影日本的自卫队啊，自信讲一句话足趣味哦。伊讲你若中国，这两年前讲的啦哈。伊讲你若中国敢打台湾，我甲你保证，48小时内底，所有浮伫水面的中国的船只，拢总要沉落。啊呐，有用无？足用的，足歹的啦。啊，你中国呢？敢有法度？无法度啦。迄只航空母舰是假的，你敢知影？你唔知影？迄只航空母舰是派唐古下2000万买的呢，一只航空母舰2000万，你想讲迄款的什么航空母舰？讲较白的，含迄个钢板啊，中国都做不出来，所以中国甲买去含演技都无法度改。你知影航空母舰？我相信咱家有咧做船的，嘛有尊严的，嘛有尊长。你我相信我讲这個，恁当然当相信。船是拢用几啊节？内底甲倒倒的，你后才甲夹起来呢。啊，伊只航母只已经夹好交互你，表示啥？内底拢无法度用啊。所以，那照我的消息，2018年上进，2018年迄只航空母舰啊，才有法度来使用呢。啊，这个要使用的以前哦，中国唔知要开偌济钱啊。你们看航空母舰啊，迄无底的深坑呢，迄开的钱哦，唔是讲一角银两角银呢，这中国是足颓的。伊有三个舰队：北海舰队、东海舰队、南海舰队。即摆讲要创一个第四舰队，要放伫海南岛啦。啊，就是用迄只航空母舰哦做主要的旗舰哦，安尼迄个所在讲我那边做啦。各位，我知影伊中国真着急，伊一直要突破这个太平洋的所在，但是呢，无可能突破。敢那台湾这个土地，伊敢那小想要提都提袂起啊！你知影美国绝对袂敢放弃这个台湾的原因伫倒？美国现主席来讲啊，伊会当甲分作七大基地，为阿拉斯加、日本、琉球、菲律宾、西去甲印度，安尼是一条线。后壁关岛、澳大利亚一条线。拢总有分作三条线，后壁是用航空母舰。航空母舰，美国现主席是有11只在走，但是那随时要订单会当12只，即马阁做4只新的。每一只的航空母舰呢，超80亿的美金呢，80亿的美金，啊！你中国用2000万买航空母舰，要来甲伊对抗，你看有可能吗？所以台湾人唔能叫骗去啦。航空母舰，迄款是吼。海上旅馆呢？伊要做海上旅馆，甚物提起要做航空母舰？中国一直想要发展，伊即马咧发展啥？伊讲发展太空啦。伊即马终于知影讲太空啊，要过离美国足远诶。你知影这个 GPS 是安怎来的 ？GPS 是美国拍卫星去咧全世界，有主要的卫星有12粒，就是你定位伫用的12粒。中国1000粒的飞弹，2000粒的飞弹，因为飞弹若要导航啊，一般用三种，一种是机械式的，啊，另外一种是雷达，第三是 GPS， 啊，那机械式的拢袂准啦，哦，机械式就讲你若可比讲要拍咱这个办公室啦，拍来跩拍条拍伫家人啦，拍袂准啦，啊，那要雷达吼，嘛是袂准啦，啊那，那雷达伊是。飞弹哦，一个普通常识就是一拍起来，爱先去留外太空，外太空层啊，你才落来地球层，安尼才落。所以一般来讲爱用 GPS， 啊 GPS 爱三粒才会当定位。你想看卖啊？那真正中国要甲咱作，要拍台湾呐？美国真简单呐、啊，关起来就好啊，12粒的卫星甲关起来就好啊，啊关起来中国呐变作冲天炮了。拍起来，安尼尔，所以免烦恼。啊，过来，就是飞弹拍来到台湾，拍落去啊、哦，上侪是一个空尔尔。若讲拍伫咱个隔壁吼，含对咱即间厝一撮损害都有啦，一个洞而已啦。迄是心理上会惊吓，
安尼尔尔。所以美国的军令啊，哎，入这个这个，尤其我若每一摆去评论中国的军令吼，因就气甲要害，因为我讲的拢事实。啊，即个中国人伊的兵啊，啥啊，是十六岁开始做，伊即摆十六岁去做啥啊？16岁当兵，因为伊人真济嘛，15亿嘛。啊，即、这个当兵哦、啊，变做啊特权呢。做兵人退伍转去的地方的官员，一定要将遐退伍的爱甲安排职位，一定要安排哦。啊，所以变做这不学无术的这人，等于地方以后啊，去做地方的官员，地方的官员的素质，你甲土想嘛，知影会偌好。啊，佫一点真严重啊！16岁去做兵啊，即马拢飞弹啦。什么战斗机啦，遐眼睛要开动，顶管拢写啥？唔是写英文，就是写俄文呐、啊。你们看吧，你知道全中国、全中国的部队啊，七大军区，佮加遐二炮，佮三个舰队，加加起来，所有的大学生几个？500个，你会惊到？这500个大学生呢？即摆渐渐唔是靠人呢，唔是讲人足济。哦，甲你淹没死，歹势哦！台湾海峡足酷啊，你偌济人拢同款啊，淹都无够啦。所以啊，你免烦恼啦。美国绝对袂放弃台湾，啊，唔是干那袂放弃台湾，咱台湾人嘛爱去想啊。你美国对我台湾安尼，我嘛爱想办法讲，互你美国目睭甲睁个金起来啊。这边的军购案，我一直个发表文章，我甚至我甲美国讲，你若卖 F16CD 和中华民国，我都够跟你告。各位，有卖无？无卖呢。啊，即马讲卖啥？卖 AB 要甲升格啦吼。啊 ，C AB 啦 ，AB 是升级啦。啊，要升级啊，偌济？58亿3000万，拄啊差1800亿台票啦。145架的 F16AB 爱。1800亿，啊，一占超平均超12亿啊！你还有可能无？敢有可能？你拢真巧啊！敢有可能？迄一只滴滴只啊，尔尔呢？18亿，12亿一只，敢有可能？绝对无可能嘛！原来是啥？你知影我老早有甲各位演讲，我有讲过，美国伫台湾装3粒的最新的迄个雷达站有无？有啊！你会记得无？我昨日有讲呢，我未记得遮紧。3粒的卫星啊，台湾中华民国出钱啦。一粒我甲你讲啊，伫乐山啊，离咱遮近近啊尔啦。啊，佫一粒伫新营啦，山顶啦，佫一粒伫基隆啦，山顶啦。这3粒的卫星啊，本来第4粒我若要整理台湾，后尾因为马英九当选，伊转去整理别位。迄个时阵，美国就甲咱讲过啊。伊讲，阮无可能卖予中华民国武器，尤其是精锐的武器。伊无遐讲呢，你想看卖啊，哪会卖予伊啦？现准是中华民国的部队开始咧甲取消迄、那个 logo， 迄个中华民国迄个青天白日的物件，拢都甲摕掉啊！你已经无部队啊呢？伊即马中华民国无部队，甲咱同款呢？咱民政府嘛无部队，伊嘛无部队呢。但是伊有警察，咱无警察呢。我美国讲啊，咱无警察啊。你会当说，各位，愈来愈趣味呢，愈来愈趣味呢。大家听了这款的话，无来上过课的，无定讲，这个空虚妄想，是不是你家己想的？我无遐敖啦。今日若是美国政府含咱讲。我所讲的这些资料要位就来，你想就知影。今日的美国对台湾有义务，今日真可惜的一挂参议员、甲众议员，因个个搞不清楚，发表讲马英九代表台湾人，看到鬼啊你啊！马英九不是台湾人呢，真正的台湾人是在座各位所有人拢叫做台湾人，那是本土台湾人啦 ，The people of Taiwan 呢？这是美国讲的啊，伊是怎啊 ？The people on Taiwan， on Taiwan 就住伫台湾这块土地的人。胡锦涛若住伫台湾，伊嘛算台湾人吗？当然不是嘛。所以马英九
伊袂当讲伊自称台湾人，真好。最近电视我有你甲看，有一个导演姓刘，哦，他用中华民国算，拍拍手。伊讲这话吼，真正予台湾人吼一个真大的刺激。恁拢伫选中华民国的总统，你毋知影吗？中国人都甲你讲啊，啊，选中华民国总统，各位，咱毋是中国人呢，你是凭啥物去选中华民国总统啊？所以我昨日留这个问题予你，我嘛无爱甲你讲答案，因为讲答案有个人会冤家呢。啊，你若无选，暗落去予马英九调去。这种的吼，真正是他卡无搞不清楚啦。今日台湾人，那总统的选举无到一半，49%，美国你也出来。你万无爱相信中华民国伫台湾的统治啊嘛？这个这样简单的逻辑，咱台湾人想无呢？大家会讲，当然我会当理解，就是讲哦，大家惊啦。啊！若马英九调，我跟你讲，这边就是你去选马英九嘛，正常调。我算给你听嘛，我不是黑白讲的，美国安尼讲嘛有理啊。五都的选举，中华民国民进党宣布讲，赢40,000票，有无？无赢呢？安那无？尤秋兴415,000票，70%-80%拢是拿军邓侯爷。你迄个时阵呢？安尼个考起来就剩300,000票尔啦，啊，这300,000票，亲民党含新党有70%，只要10,000,000票，靠靠的民进党无赢啦，啊，无算的，新北市，这个桃园啊，新竹，桃园新竹，苗栗，彰化，南投。云林、嘉义、甲屏东，这八个县市，这八个县市，什么人票较济？拿军呢？你一定会真惊呢？是安那拿军较济？这公务人员会转乎你吗？伊敢若甲你讲一句话就好啊！你若无予马英九调，恁这个人后摆薪水拢会无去哦。你若无予马英九调，你18%卖鸟哦，军人。一定拢伊个票，哎呀，老阿嘛拢伊个票，迄老阿就是袂惊咯，伊嘛要出来登号登票。所有伫海外登来拢登号，啥物人？登号马英九啊！伫这种个情形之下，你本土台湾人若无用脑筋啊，甲伊抵抗，你会输甲痛苦啦。民进党即摆口口声声讲伊要赢。请问，啊，若无赢，你变哪？你台湾变哪？啊，若无赢，我甲你讲，我知影变哪。你若有法度让这个选票降落到50%以下，敢若波罗的海三小国，当时苏联去占领波罗的海三小国的时候，有替因办选举。波罗的海三小国才几百万人站出来讲，拒绝选举。苏联去替阮办的选举无准算。阮家己民政府家己办，所以无甲三成的人去甲投票，所以全世界无声音。后尾啊，伊的民政府出来家己办，九成九的人去投票，安尼全世界声音，波罗的海三小国独立。今日台湾爱行这条路才对了。巴基斯坦土地去予以色列人占去有无？以色列人占领的加萨走廊38年。这个38年里面，这块土地里面有人民吗？有。有政府吗？有以色列的政府。有政府吗？有以色列的政府。有外国的话，有。这样他是不是一个国家？那按照维特蒙多公约来讲，他是国家。但是怎样？全世界也是叫出来。因为占领不可移转主权啊。占领不能移转主权，是我们台湾人到今天还是搞不清楚的国际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啦。今天我们台湾除了就用万国公法、旧金山和平条约，还一个自然法，这三个国际上的有名的国际法来跟美国对抗，
来甲中国对抗。根本中国你免烦恼，中国伊即马咧哈去边啊啦，台湾甲你无关系啦。我台湾前1895年的时阵啊，你都已经挂予日本去啊嘛，予日本的天皇啊嘛，甲你有啥物关系？啊，毋是，伊发表一个反分裂法，啊，大家惊袂起来。哦，反你分裂法，啊，若讲的时阵会叫伊清杀咯。我甲你无关系，伊是免甲你办啦。伊是免啊，甲你讲你反分，你除了你甲你讲你承认你是中华民国，所以真有可能你若去承认讲你是中华民国，你就适合伊所讲的反分裂法呢。我从头到尾，我讲我毋是中国人，我毋是中华民国的人。你反分裂法对我一点效都无，所以我甲今日为止，我无要领护照。我甲美国讲啊真清楚啊，这是法律。全世界，你若有法律，你较对都拢赢。所以，即马大家人爱去讨论的是讲，今年的选举，我会当甲各位讲，我个人，我认为80%未选。伊选袂落去啦。民进党你若较巧的，你要来配合咱民政府，因为选举毋是唯一，毋是唯一，讲叫做民主。台湾这块土地有两种人，一种是叫做中国人，一种叫做本土台湾人。咱拢毋是中国人，咱竟然去选中华民国的总统，就是你承认讲你是中华民国的人，各位。够有遐戆诶！什么时阵在座各位，还是你的爸阿母啊，家己去宣誓讲我是中华民国的人，拢无嘛？伊是1946年1月12日用行政命令，叫做节参制第0397号文，讲为1934年10月25日迄一天开始，所有的台湾人集体归化为中华民国国籍。英国跟美国3次抗议啊，和平条约还未签，你不能将台湾人都划归去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在日本跟回答说，没啦，我们为了以后的管理啦，他在笑想说开罗宣言会给他。但是呢，在1950年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动汉奸，他也违背着他的承诺，所以开罗宣言无去，其实是实际上原因伫遮啦。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略韩国的案子成立，但是美国侵略中国台湾的案子不成立。我讲这毋是我别讲诶，你去你等于你若要帮罗，你甲拍一个午休权，午是人一个。一个咱的五州长啊，咱的迄个原住民的州的州长，迄个五啊，啊休是修正的修，权是权力的权，你甲拍一个午休权，拍一个文章就看到了。我拢无话别讲诶，啊，所有秘密档案拢显示啥？显示讲中国已经是毋是今日的中国？已经对一个中国都不知道，所以上海公布1972年2月28日上海公布说什么？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中国合法政府。美国 acknowledge， 美国得知，以前的人翻译作认知了，但是呢以汉字的字典啊，字典里的 acknowledge 啊，无这个认知这两字啦。认知这两字是日本字，日本的字典里底有认知，所以 acknowledge 不是认知啦，是叫得知啦。就是讲，我美国听到哦，我听到你两边的中国人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合法的中国政府啊。听到啦，得知啦。各位，咱什么人？咱台湾人啊，啊你甲中国人敢有啥物关系？无关系嘛！啊，恁两个人要讲啥？恁家的代志嘛。世间所有的代志就是拢安尼发生啦。你台湾人家己毋知影讲你是啥物人，你台湾人毋知影讲你到底爱做啥物物件，啊你符合
这些中国人流亡在台湾的这些中国人在当票延续中华民国的生命，所以中国人真巧，他给你创一个选举，让你台湾人迷迷糊糊，他认为说哦，我有机会来选举，这样我有权利啊。各位，你无权利啦，你知道你当一票你就够了三十块，你知不知道？全世界无这款的呢，什么总统选刷摕到举票，伊就讲领偌济，看腿下面就台湾人啊，有影？我甲你当票，啊，你竟然会当摕这张票，够伊领三十块？全世界无这种的呢。我甲这个代志，我甲美国政府讲，伊嘛惊着呢。哎，有这个事吗？我讲你别去问。民进党这些人啊，这些台面上的都在选举，为着啥？为这三十块啦。你若想看嘛，摕四百万票，一票三十块啦，一亿两千万啦，那底下哪会得哩？到尾摕出来，无呢？啊，咱去登票可以呢？咱的权利在倒？大家敢若会晓讲选刷？算算了吼，才在心内才在你出。啊，我是要你叫你出来做代志的。啊，若有良心的，甲你做；啊，若无良心的，照常贪污啊。敢若一个阳光法案，财产不明罪啊，都未通过啊。啊，台湾人真好心啊，无法度反，没有办法反抗。今日咱民政府，美国甲咱讲。好，你台湾人已经知影，本土台湾人知影这个代志啊。我无得我甲你骗啊，我甲你帮忙，互你设立民政府，甲你办酒会，互你设立个。即阵呢，足好的机会啊。所以各位，你若上课煞，转去爱教的，毋免惊人甲你骂，甲你笑啦，各位。我已经被骂过了，被笑过了，但是现在越骂越来什么啊，越来越少呢。本来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发呢，现在有几十万人呢，啊，越发才越多人呢，啊，颠倒不对的论述，现在拿便当给吃，叫人去听演讲就没人要去的，叫你去听没路用的演讲你敢要去？你不相信你看看这四五十档里面所有的独派论述，从头到尾拢同款，拢无改变，而且佫退步啦。敢无？有个人讲，林先生你嘛莫讲人大家拢足拍拼，拍拼啦，无效的无效啦，爱拼有效的啦，你讲对不对？对。无声呢？啊，听到拢袂记哩安尼哦，对不对啦？对。这真正是对的代志啊。所以我们要去做对的事情，做对的事情，不能去做怨工啊。所以明年照道理来讲，要投票不要投票，你自己心里有数，我不会跟你说，你自己去决定。你是要做怨人，还是要让你真正的智慧打开，你自己决定。伊一般我不爱讲，你若讲拄到迄个不爱听啊，莫甲伊讲啦，真正莫甲伊讲，我哩都走啊啦，对不对？甚至有人讲民进党是暴力团体，各位，民进党甲咱无关系啦，台湾无应该分做蓝色甲绿色啦，那是中国国民党迄套啦，其实。民进党叫做中华民国民进党，跟中国国民党有同款无？一模一样，对，这样无同。中华民国的民进党和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党吼，坦白讲啦，较老实啊。伊头前就放两字中国，你看就知影迄中国嘛。啊，你中华民国你唔知影啊？中华民国民进党你唔知影讲伊叫做中华民国啊？你甲选你甲地，伊会改变无？不会啦。谢长廷、陈水扁啊，做八档啊，李登辉十三档啊，二十一档拢台湾人在做啦。这二十一档有改变吗？
无啊，自杀的人愈来愈多啊，含少年啊都无趁钱的机会，真正无趁钱的机会呢。有想要做，台湾人敢那戆戆嘞，我知影，但你无趁钱的机会，你连想赚钱的机会都没有。你即马做工两万几块，以前人讲两万几块，你敢要去做？绝对无可能嘛。即马中国人来一万块都甲你摕啊，够伊。台湾人无靠咱台湾民政府在所有的学员啊，大家来替民政府这个理念甲宣扬啊，互台湾人知影。我甲你讲啊，即马坦白讲啊，中国国民党啊、中华民国民进党啊、甲中国共产党啊，这三个党啊，拢将台湾民政府视为啊眼中钉啊。拜四，我甲 CIA 见面，伊甲讲 Roger。我英语名叫 Roger， 你敢知影即马很准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什么人当作上界大敌人？我伫笑，我绝对是我诶。我跟你讲，我你敢知影中国国民党上界大敌人什么人？嘛是我啊！啊，中华民国民进党上界大敌人什么人？阁是我啊！也真无简单诶吼，做甲互所有人拢甲你讨厌诶吼。啊、所以我无管你安怎甲我骂拢无要紧，我都要继续行。恁和我做阵行好冇？好。各位，这条路是对的啦。我所有写的书，你会当去甲我检验，看有我讲的对一条唔对。即马有真侪人讲哦，啊，你讲的拢对啦，但是现实是中华民国的统治啦。我讲你看到鬼咧，中华民国的统治。伊无经过我同意，当然啦吼，占领免经过我同意啦。你会甲我问讲，啊，占领要甲当时结束，你有啥物知无？当然有啊。1883年，美国最高法院有一个判例，叫做 Cross 对 Harrison 的判例。伊来咧讲这個，你听好清楚。军事政府无因为和平条约生效。就取消，一定要经过美国参议院还是总统宣布才有取消。再讲一摆，军事政府的占领，无因为和平条约生效就取消，一定要经过美国的参议院还是美国总统宣布才取消。今日和平条约有生效无？有。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啊，但是这个占领还搁伫咧。啊，即摆有个人都一个怎推的都甲你问讲，啊，咱拢无看到美军，哎、欸，无一定讲你看到美军才叫做占领呢。占领空中的占领有算占领无？叫什么占领？美国甲你讲对一条航线不可以飞，安落占领嘛是占领。美国讲对一条航线不可以走，嘛是占领。这个观念要清楚呢，不是讲一定都要看到美军徛伫遐，安尼叫做占领呢？真简单啊！我相信年底美国要要求叫咱成立警察的预备队，穿美军制服，这嘛是法律呢。琉球当时美国去甲托管的时阵。台省设的是啥？警察预备队呢？啊，你讲啊，你警察那一大队，我都不要讲哦。你那一大队要创啥？咁就要一大堆的警察？免啊！迄现主席这警察，会头路你硬提掉啊？伊甲你反抗呢？照常互你做，但是遐头拢咱的人，咱训练七八十个叫督察嘛。分局长拢爱听这个督察的话，啊，若无枪毙，伊会听无？一定听。薪水、民政法，伊会听无？伊会听。所以你免紧张啦，美国人是头脑有够好啦，有经验嘛，咱无经验，咱听伊的嘛。啊，有的人都甲你讲，啊，台湾人哦，家己管家己就好啦，莫去听美国的啦。对，我赞成。但是。咱要听美国的，要听什么人的意见，咱就要先得到政权，敢不是？
这个政权不是要向中华民国讨哦，听清楚哦，咱无要甲中华民国讨政权哦。中华民国是占领，甲咱无关系。中华民国什么人甲管？美国军事政府管。内湖的 AIT 哪有资格去说？表面上讲800名的海陆啊要入来，一个国家，哪有算国家啦？会当予别个国家入来你的海军陆战队800名吗？我甲你讲，已经入来2000几名啦。啊，你若歹选，我甲你讲，让你家己去看。台东的长滨、清泉岗、嘉山、乐山、新营、台南机场，美军拢入来了，2000多名呢。当时七二路三段 AIT 的办公室的后边一片宿舍，一间学校，和美国已经变作宿舍，是美军在那里住呢。新阳明山以前的美国的顾问团遐宿舍。在阳明山文化大学对面，你去看看啊，开始都住到弯弯弯，倒边的现在在油菜，那不是假的，这种事实啊，是只不过今天因为美国不爱引起中国的反抗，当然他不是怕他哦，你要听清楚哦，他这是政治上的运用，政治上的运用，运用什么？你运用迄个推阿民，佫继续伫出钱予美国，伊咧甲利用这啊。表面上，中国讲去买美国的国迄个国债，一条偌济，各位啊。你若讲真正讲你无爱买美国的国债，你就即马拢唔通佫买啊？唔是呢，逐个月增加啦，每一个月。为今年的一月份到今嘛九月份啊，逐个月增加啦。美国要甲解决，我都解决啊。我甲你讲啊，非常解决。会记得我即摆甲你讲一句话，你要听清楚。我若欠你100块，是我不对；我若欠你100万，是你不对。听有无？我讲一摆。我若欠你100块，我唔对；我若欠你100万，是你唔对呢。这款的话你听有无？听有无？听有你举手。这个超一几半听无呢？你讲欠人都欠人啊！我跟你讲啊，美国这边算啥呢？美国吼、哦，用三摆啊哈，伊这算美金啊，伊安那算呢？好，要求这头脑要求好呢。当然我唔是财经专家啦，但是我知影啦。1970年的时阵啊，开始迄、那个。金元券啊，脱离黄金加美金啊，脱离本来是你有多少黄金，你才当印多少钞票，美金。你像尼克森迄阵为着讲，有啊，美国开这侪钱哦，伊还宣布讲哦，不管黄金偌济，我都印钞票。今日美国去操控迄个美金的上下，你敢看伊若起哩？搁落来，迄有目的个呢？目的是讲，以美国印足济钞票去你个国家，甲你炒你个股票，时间发抽，股票就会落去。喂，迄落去，迄钱走去倒？美国长期啊，美国敢若用美金在一上下、一上、一上、一下安尼吼。我甲你讲，伊一年啊，趁伊个所有个军费啊，拢趁倒转去。所以美国若讲要用中国的这些国券啊，甲改管啊，很简单呢、啊。那以360公的迄个交易量啊，三天就甲解决掉的。日本就赚到铁板啊！1980年的时阵啊，日本有一摆安好夭寿哦，有够好，你会记得无？即马咧，妥啊，对不对？什么人甲害？美国啊！现在美国换对中国，美国中国一直抗拒说人民币不升值，有没有？你不升值没关系，你就你卖升值啊，
我美金在印啊，所以世界讲哦，美国在放水啦，啊，中国在饮水啦，所以免烦恼啦，嘿，真正免烦恼啦。啊，中国有法大无？嘛无法大。我讲一个例啊，这今年发生的代志尔嘛。今年过年的时阵啊，中国的财政部讲哦，你美国有法大兴我的债息，这个债务也无啦。我即摆开始，我爱甲你买你的国券的啦。你的债券我不买的啦。中国财政部真简单，甲讲啊，不，迄美国的财政部长甲讲啊，哦，你不买啊，没有关系。啊，煞你不爱讲啊。等于哈，中国去想想，讲、欸、不对呢。计等讲马上宣布，我们愿意再买美国的迄、那个国券。是安怎？伊惊嘛？比如讲，你不爱买，我今日我甲你赢啊，我甲你买啊，钞票去赢咯。啊，因为个咧人民币诶，哎、欸，这美金安怎？跌落啦！啊，跌落去哦，啊，每跌一块哦，美金跌一块的时候，伊的外汇啊，损失看偌济？袂堪咧啦，卖甲我骗啦！即马全世界吼、哦，全世界差不多四分之三左右的这个货币物件，拢控制伫啥物人手头？美国啦。所以你唔通烦恼讲，我中国若讲从美国的债券甲抛出来的时阵吼，啊这个啊，做美国就台湾袂开，无可能啦。美国若失去台湾这块土地啊，航空母舰都无去啊啦。所以伊会甲从这块土地甲交予中国无？绝对袂。而且唔是讲干呐，我头先讲的这个伊的兵员，十来岁以上，即马拢伫中国。所以中国最近啊，伊开始改变，改变啥？改变一寡大学生，叫一寡大学生，但是无法度啦。你即卖武器吼、哦，和以前无同款呢。以前是好冲哦，啊，前车了直直向后迎冲，啊，那为中国讲冲哦，要冲到哪里？台湾海峡，卡济嘛死。所以吼、哦，唔是迄个时阵呐，啊，佮酷哥二十，你要看电脑嘛？每一条街，每一条路，清清楚楚呢。含咱这个，你唔相信？你去酷哥二十看咱这个，咱头前迄个机啊嘛有呢。美国卫星甲咱锁定呢。所以我甲各位讲，恁迄三 G 机摕转去吼，一定要甲挂出来呢。你唔通讲，就是讲你挂出来无路用，有路用呢，真正有路用呢，你爱挂呢？你要挂无？干门啊！你有甲答应哦？啊，若无影会巴肚疼，我甲你讲，还唔能够买啊？哎、欸，我无多啊啦，我干那送你帽啊吼，我都爱食馒头，食几啊个月？啊，即摆受份愈来愈济人诶，一顶帽500块呢，我一日一个月薪水，伫阮咧公司领才领8万块呢，啊，一顶一百顶就50000块呢，啊，剩3万，啊，三万多还佫印物件互恁呢，恁咧印诶迄有无？迄拢家己去印诶，我家己去印诶呢。我真正爱食馒头呢，啊！你袂正经，像我食个馒头嘛，对不对？啊！所以你这无你等于爱挂机啊嘛，所以机啊吼，应该你买，你爱买。时间我嘛讲嘛真水，我嘛足爱送你，但是我都无迄个本领啊，所以你爱家己买。啊！这个机啊挂出来吼，你知中国即嘛，伊个机啊到处拢有啊，你敢知？美国讲啊，哪会使哩？啊，你这土地是我的，我来去用中国去挂机，我无你反挂。我讲你送阮机啊！上台讲要叫咱买啦，我讲咱哪有法度买啦？即马大家人头脑要受好啊，伊才买。哦，哎呦妈啦！啊，若受份结束，你送伊机啊就好嘛。啊，这边蔡英文，伊嘛送伊美国国旗。啊，我叫你看讲美国，迄个蔡英文，迄个美国国旗咪要挂喺度。啊，咱美国政府，咱受份3天，就送咱美国国旗。也真正是何等骄傲，何等有尊荣呢？所以你唔通看迄个旗啊，的意义伫倒，迄个表示讲你已经知影台湾的地位，你知影美国人对咱台湾的想法。美国讲，你即摆讲，我朋友拢足侪拢唔知影这个代志哦，安尼要安怎？免烦恼。美国甲我讲一句话，什么话？你听你的气势，因为我不管你台湾人怎么想。以我说了算，我操皮呢！
你若我若要讲，伊说了不算，敢有法度？无法度呢？安怎讲？伊就甲你讲啊，台独代表战争，毋是中国甲你拍啦，中国无权利甲你拍啦，是美国甲你拍。我占领你啊！啊，这个时阵，你讲要独立，你要为着独立出来，你要向什么人宣布独立？独立爱向人宣布呢？美国当时向英国宣布独立，台湾要向谁宣布独立？唔知啦，日本。人以前日本时代都已经话给你听过，你搁未记哩？即嘛是占领啦！美国讲我无台湾的主权哦，没有错啊。伊无台湾的主权呢，干了管理权呐、啊。啊，即嘛主权是上下，日本天皇嘛，我都甲恁讲过啊。所以恁等伊出去，一定要看台湾民政府的网站。你不要讲不要紧，你甲你的朋友讲，无你去看网站，然后再来跟我讨论。网站啊，看了我甲你讲，超过99%吼，拢知影。啊，若唔知影，迄个推阿面，你也卖甲伊讲啊。有啊，有真侪推阿面的啊，中国人啊。哦，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即嘛唔可以讲，三年无讲这句话呢，即嘛娃娃你讲啊，台湾是日本神圣的不可分割的领土，一点名，因为啊，2007年，中国开始伫研究台湾的国际地位，研究战争法，2009年伊出一本册，战争法讨论。各国的那个占领以后各国的独立情况，内地所写的战争法所写和我林伯伯所研究的一模一样，欠一个没写而已，台湾又拿了，那是由南京军区的司令员带87位中国的学者来研究来写，那本书是武汉大学出版的，你若有兴趣，你写写去册店甲问，你买着，一模一样啊！啊，所以我真清楚甲各位报告了，中国的官方已经足清楚台湾的国际地位是啥物货，免假骗。因此，在这种的情形之下，中国开始改变伊的策略，伊未甲你讲，即嘛未甲你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台湾都毋是你中国的一部分嘛。不管你为对一方面，伊上济会当甲你讲，你数典忘祖啦，啊，你即马拜你的祖先拜甲阿公啦，啊，你阿祖你就无爱拜啦，安尼唔对啦，你就爱拜你阿公阿祖啦。我拜我阿公阿祖无唔对啦，我是甲纪念就好啦。我拜我阿公阿祖，甲我啥物人有甲无关系？啊，那安尼何瑞元因的祖先是为德国去的呢，伊即马去拜德国，不可能嘛？从现主席开始，即摆国家有194个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国家有几个？60-70个尔呢。啊，伫这种的情形之下，大家拢要争取伊这个国家的独立。咱即摆因为防占领，所以咱就无独立的问题。我会将预测给你听，台湾的地位你听清楚哦。台湾虽然是。照法律上是属日本的土地，但是日本政府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日本政府放弃管理权，放弃主权权利，所以台湾若讲要独立，一定要日本的宪法有一个分离条款。啊，若无这个分离条款，那就是有分离条款，啊，嘛要问日本天皇。啊，日本天皇因为日本的宪法。麦克阿瑟的宪法已经将这个和平宪法给改变了，所以日本的天皇未当讲话，干来当点点，干来当你们讲安尼好么？一点头，还是摇头？日本天皇即摆安尼尔呢？伊权力是安尼，所以台湾的复杂就复杂这个所在啦。所以我也真痛甲听。最近日本政府开始有滴派人来滴跟咱接触，包括交流协会。讲叫咱文章给伊，我今日下晡有日本人来，
嘛是讲这个工课。我讲是日本啊，差不多啊啦。第二次世界大战，你的精英哦，拢战死啊，啊那无拢七八。日本以前哦，遐精英确实有影，真侪拢七八死的。啊，即马留一寡，留下一些腿下面的日本人，家己唔知影家己的地位啊。含迄个日本天皇1945年4月才发布诏书，伊都唔知影呢。啊，你这位谁来？喂，咱今年的4月里边去日本的交流协会啊，去甲送请愿书的时阵啊，竟然问咱讲啊，这个天皇诏书为谁来？唔是看那天皇在那尔呢？天皇所有的大臣拢签名在那底下呢，你嘛惊一条呢？嘿，哪有这份？我就靠近你遐推下面来看偌济多。啊，咱台湾嘛同款呢。台湾1947年2月8日哦，死差128,000个呢。我讲的这种，我唔是黑白讲，我有根据哦。15年1947年了，15年1962年的时阵啊，省政府的迄人叫做警备总部啊，一警察局的局长啊。回答迄个省议员的质询，伊讲有户口无名呀，126,000呢。好啦，准予你30,000名，是因为迄个时阵去作战，战死的嘛要九万名。这人走去对，迄位人是拢叫抄家灭种呢。坦白讲哦，迄摆刀山哦，自身今日台湾人啊，破胆。真正诶，破胆去！我相信在座各位啊，你诶爸阿母一定捌甲你讲一句话啊：囡仔人有耳无嘴，政治毋通插。我嘛同款。我以前足够读册啊，我嘛无想着讲我今日会来研究即个台湾诶国际地位，研究即个政治观啊。我嘛无想着，但是。当我知影以后啊，我有深深的感觉，台湾还阁真侪人拢唔知影，啊要安怎？坦白讲，有当我嘛是会伫想呢，想讲我到底用什么款的方法，予台湾人知影讲这个事实。啊，你干那想？你家己，我相信你在座各位啊，有真侪人一定会感觉讲哦。奇怪呢，我著明明知影讲中华民国你甲因骗，啊，我著毋知伊甲我骗对。第一，国际法要将你国际甲你改变，讲集体规划无这个代志，世界上无这款集体规划。敢未讲咱少少十个人讲移民去美国，甲美国宣布阮十个人集体规划美国籍。国际哦，毋是安尼办的啦，没有集体规划这回事啦。所以你就知影讲，你的国籍是假。所以2006年10月24日，我特别去选高雄市市长啊。迄阵有足侪人讲我读考有问题的。我伫高雄市选市长，我走去伫屏东伫广告啊。所以我伫考市长的时阵，我若后逐摆要去设计的时阵啊，我的队伍哦。拢比任何人较长啦，几啊公里啦，家己开车、家己驶车、计程车一堆个。但是我知影我袂调啊，敢若我的水户啊，中华民国的警察局派的水户啊，认为我会调。伊讲哦，哦，夭寿哦，这林某某我无开钱嘛哦，啊林某某这尔啊侪支持者，这稳调的，这稳调的。单局黄俊英的迄、那个游行哦，无我坐咧。你唔相信在座这么足侪，迄当中和我斗阵的朋友嘛，每一遍啊出去，吼，惊死人！我无骗你个，大家讲我一定会调，甚至伊可能收5,000啊。想伊无甲我讲咧，到落尾才知啦，往里头推下面咧，因为我落尾我宣布我不爱选嘛，伊也虽然讲不爱选，我叫大家转哦单局嘛。因为我知影我袂调嘛，我主要是要扣228去告美国嘛，真好，美国告了，结果有好无？真好。三个，第一，伊讲你台湾人无国籍；第二，
台湾无国际承认的政府。第三，台湾人民生活在政治炼狱。什么叫政治炼狱？今天就是生活在政治炼狱，你去选中华民国总统，就是生活在政治炼狱了。因为这个炼狱把你约束着，让你不知道，你想不清楚，你要跟你认为说你是中华民国的人，这样有清楚吗？所以你自己本身有要投票，没要投票，我不爱跟你说，你自己去想。当然你现在跟我说不要去投票，你会叫骂。问题是说你经不得，你可以经得起说红骂吗？你对台湾这块土地有你的决心啊？无，你若真正你疼痛台湾这块土地，你就要即马开始爱甲咱宣扬，唔通去当票，唔通去选中华民国总统。有一天家己会选台湾的总统，你讲好唔好？无要选台湾总统，你选中华民国总统。啊，选选的，才讲我是台湾总统。是啊，咱的发的身份证，本来写台湾，美国政府甲讲 no， 改成台湾政府。咱即马要发的身份证，十月底就出了。这张身份证是美国替咱制作的，不是咱家己制作的。我再跟你讲一摆哦，这张身份证内底有 IC 版，是你表面上看无迄个 IC 版，但是拢藏伫内底。摕这张身份证买美国刷卡的时阵，自然会显示出来。什么人都无可能甲咱制作。中华民国看到咱要发身份证，惊到啊！伊个外交部讲哦，年底中华民国的护照嘛会当去美国啦。你有看这条新闻无？但是昨暗啊，甲昨日暗啊 ，TVBS 阁写一条啦，还早呢。伊家己写呀，因为都候选国都还不是，美国还派员来台湾观察，观个屁的观察。其实这句话是美国政府跟我们说的，跟我们民政府啦，他弄错了，是我们叫做台湾民政府的台湾政府啦，可以不用签证去美国啦。真真正正是这样啦。但是台湾人推面一堆的，甚至有人打电话跟我说，是啦是啦，拿中华民国护照不用签证，我说他如果不用签证，我昨天头给他做剁剁椅子坐。我刚跟你播，迄当阵要经过的时阵，我有讲无可能啦。但是他们讲，我落来，我的信心毛动摇呢。也好笑哦，参议员出来讲，报纸第二下，哎，我看，马上搁写一张，甲美国警告的文写出来，坚决反对，袂让中华民国武器，个人呐、啊，反对有效。啊，迄这一生是因为2008年总统选掉了，就上来伫台湾啊。啊，美国讲哦，啊，迄这一生我已经开瑞安呢。啊，你中华民国免付钱嘛？哦，哎、欸，这嘛讲了有理啦吼。啊，这一生反正是防卫台湾嘛，唔是防卫中华民国。安尼好啦，啊，无你美国偌济，我甲卡啦。58亿3000，唔是干那迄个三粒这一生尔。搁中华民国。出钱，当然台湾人出钱的啦。中华民国出钱买军舰，用美国人去使啦。那有趣味无？真正纯粹。啊，你想看嘛？中华民国的国军啊，迄、那个飞机拢摕掉，啊，你买武器要死哦、喔！你无迄个国军哦、喔，迄、那个军、迄、那个部队、迄个物件，拢无迄个党徽、国徽啊！啊，你买是创啥？你防卫谁？所以我讲叫做中华民国保安保全公司啦。啊，伊若开保全公司哦，那么会当开保全公司呢？所以呢，咱伫台湾警察预备队，你中华民国来讲，我讲我要开保全公司啊，我嘛开保全啊，敢袂使？啊，不过我的保全人员拢用 CIA 呢 ，CIA 讲哦，我甲你保护。你名单给我，
我直接讲拢有物证呢，即拢录影呢，全世界拢看会到呢。你美国甲我讲个啊，我不爱有秘密啦。我现在现在免秘密，因为我有法律伫后壁啦。我若无欢喜，我就甲告。啊，有趣味无？啊，你要做我的后盾无？袂无？嗯，啊嘛，较差不多。各位，做恁用话的就好啦，行动我来啦。那真正要掠吼，中华要掠吼，2004年、2002年就掠我啦。我敢今日活甲好好呢。当然啦，美国甲我警告啦，你的安全要注意呢。有你呢吼，讲我的安全要注意呢。啊，但是呢，我甲讲哦，我希望伊甲我拍死啊。中华人民国，你来甲我拍是无要紧，拍死我林志兴一个，马上伊即摆已经有1000名林志兴啊呢，在座拢是林志兴的分身啊，对不对啊？免烦恼，恁有伫看册，恁有伫看网顶，万一我若安怎的时阵哦，恁去看我网顶所写，我因家的电脑，予大家人去看，照我所写，一步一步较行，安就对啊啦。我其实对台湾的眼镜我有写真多，但是我还没发表。台湾的地位我也写真多，后面还更深的会走出来。所以有很多人说利用我说的这个论述要变成他的论述，欢迎。怎么说？你自己没去研究，你只摸到一个皮毛，这样你就说哦，你会飞天会种地了。 No， 不是那么简单啊。我不是只读旧金山和平条约啦，所有的条约我每一个都读，都是原文的呢。我一条一条分析，你没看到旧金山和平条约像我呢一字一字拆开来分析，你有看到吗？我的网顶有嘛，对不对？我跟你说，那些人看都惊到呢，和美国人看到都惊到呢。夭壽哦，你的英文，我虽然是一讲英文没因美国人那么好，但是我对英文的分析哦，这是我读高中和初中的时候所训练来的，老天有在安排呢。我哪会知道我英文才用在这个地方，很奇怪呢。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说，我所读的所有的这些条约绝对不容外界质疑的。我都可以跟各位说，你这些少年的去网上去跟人相见Facebook 跟人剪，跟人宣剪，要用谩骂呀，卖卖盖出，要甲你当骂来骂去，迄卖惨，迄无效嘛，骂赢也无算赢啦，道理来，法理来，美国都惊咱这嘛，蔡英文去美国3点钟久，五角大厦，大家都爱知影，是安奈去五角大厦，无去国务院。因为要个君主占领，是安那？这个危机解密内底，所有的中华民国国民党遐高官，大家拢要甲杨树立讲话，美国占领了。所有的民进党这些头人，拢要去做杨树立讲话，美国占领了。伊奈不爱去找一个菲律宾大使讲，奈不爱去找南非大使讲。美国占领，今日台湾人唔知影，但是因这政党诶，因知影，继续去批怨台湾人呐。所以我一定要站出来讲，停止欺骗台湾人啦！台湾人唔是戆诶啦，为着个人的利益。所以我常咧讲，台湾民政府若接到权力以后啊。在座各位绝对100%，不是99%，100%拢有机会做到民政府的官员，但是你袂当贪污。我讲讲实在哦，你袂当贪污哦，贪污啊一定清查。我无管世界安怎讲啦，讲我无人权，迄种因家的代志啦，你袂当贪污就对啦。每一个人拢有一间厝，互你住，18岁都有。每一个头路都是现主席的5倍，你贪污要做什么？
你去观察这钱摕去吗？你的囡仔甲培养还读册，咱的民政府绝对要让囡仔读到大学毕业，拢唔免开一角银。即嘛真侪囡仔吼，无钱好读册呢，有足够读的无钱啊，无伫贷款的啦，政府出啦，啥物贷款？我林志兴直接若讲，我有甲咱的蔡其元总理讲过啊，甲咱的参议院的议长张议长讲过啊，阮三个拢绝对支持读到大学免钱。咱毋是无钱啦，贪污贪了的啦。我无咧讲白餐的，我是讲实的呢。全台湾本来在高铁拢总有。台湾这个岛，一日的生活区拢会当到位。啊，哪你住伫地拢同款，你不一定爱住伫台北城啦，迄中国城啦。迄中国人若无爱，互咱统治的真简单，登去金门妈祖，美国讲的。你若讲要听咱民政府的话，要听咱台湾人的话，你留咧，欢迎，大家共同来打拼。啊，若无登去，够伊。我无要甲你抬啦，但是你过去有犯罪，爱留咧，爱接受处分啦。因为我有讲过，咱的监狱拢要取消掉，庆生以外啦，我爱有监狱啦，我不爱甲你关啦，我不爱撩米啦，我要用啥物方法？鞭刑，判偌久？脚掌被拍几下？你毋通想讲鞭刑小事呢？你唔相信？你甲看迄个图，等下图互你看。迄变形若无一个吼，脚掌皮变做四个，无一个吼，会压袂出来。无一个吼变做四个，我无骗你。你若一摆若拍五个吼，我甲你保证你会昏倒啦。啊，唔是哦，你若讲判二十个吼，我无一摆甲你拍，一礼拜甲你拍一摆，你看，你有看无？这变形你有看无？我那就撩米要创啥？啊！你即马你反对民进党，啊不，你反对咱的民政府的有啊？把它记起来，你爱负责任，因为你讲唔对的论述，你咧害死台湾人，后摆变形啊！你都爱食家己呢？我甲你拍牌叫你转去呢，加好康，搁互你食米，我才袂撩米嘞！你安尼好唔好？好，够伊啊！啊，那呢？咱监狱拢无人呢。免说，啊，那死刑要反对的人哦，你甲我讲会杀你，好，你拖转去家己去吃。但你别当甲把他放出来哦。你讲我不人道，你甲判死刑，我无要紧啊，好，你拖转去，你甲关到内底，啊，你去甲吃，我政府歹甲你吃啦，你拜托的，我死刑就搁甲你吃，他甲判一个，你安尼有理无？我知影你拢袂去用判死刑，做大拢讲安尼欢喜甲安尼好哩。即摆加工哦，听伊讲啊，即摆监狱有九万几个啦，也好受哦。要含冰心都冰袂过啦，其中迄个烟毒贩哦，要占三分之一啦。啊，我有听讲中共哦，即摆统战用啥，甲你制造迄个毒，互你台湾去食啦。我是听讲哦，尤其咧听讲迄个习近平啊。去甲日本天皇讲迄个啦，我有甲恁讲过即个故事嘛，对不对？听讲迄个人伫迄个澳门伫制作毒品伫卖予台湾啦。伊啊看咱个电视，拢讲唱歌啦、跳舞啦，拢讲即摆拢甲你讲迄种个，互你遮个囡仔无想要做工课，毋是咱所希望个台湾啦，毋是咱所希望个后摆。台湾人要生活的所在啦，我希望咱台湾农业会真好，会赚真侪钱，政府出钱买农产品，政府来出钱嘛不要紧啊，爱让农民哦过真好的生活。台湾一年生产三季，日本生产一季，农民生活足好个，咱生产三季呢，一条细脚架大粒。我去台东吃一个惊到的，这大条呢，真正呢，
我跳透死人都要食遮大粒啦，食一粒咱食会完。啊，即款奶子毛遮大粒的，板仔嘛遮大粒呢。啊，要想我台湾的物件遮尼好，啊，听我问，然后是足俗的呢。我这边超工送八十盒的，这个哦，日本的交流协会。顶下我是送因，去年我送因山啊。我台湾遮好，你也买袂。设计这么好你也不要买，你要买啊，要钱我出的呢。但是我希望我做得到的，我希望台湾的农民台湾人的生活可以更好啊。所以各位啊，你想嘛，民政府不要跟你募款呢，你当时募款给民政府，你跟我说网顶有人帮我黑白骂呢，说我是骗子啦，你跟我募款啦，夭壽哦。我甲无看过吗？我是摕落底下家己的钱呢。阮小弟可怜啊，因为我若无钱，你个别欠钱哦，拢找谁？找阮小弟出水的。我欸，欠钱的命啊！阮小弟到来哦，欠钱你若逐摆拢找我，我无要找谁？伊较可以嘛出钱，所以我足感谢我的小弟，你嘛要甲感谢呢，对不对？我回来喔，会跟他說啊，他就高興了，已經避暑了，已經避暑，所以，這是我說的喔，我今天直接說都事實的事情，台灣人生活三貴，我都生活，農民送到哪裡，這都不對啦，我捌跟我們的蔡基元总理说过，蔡基元是很可耻的一个人，读博士到现在还在做事，他自己做事的、今天也拿一些零件、我才知道要求零件来这么小，一斤三块啦、一斤三块很多农民、那零件、全部买慢那是无彩人的命、也真对我很好、零件去甲拍拍的吼，干燥以后吼，我要叫我送给阮妈妈，哦，感动。哦，阮妈妈嘛是，阮妈妈甲恁大家人的妈妈拢同款嘞，也真惊嘞。囡仔人有耳无嘴啦，啊，你去创啥？我都唔敢讲我咧创啥嘞，哎呦奇怪，啊，你为中国走转来，甲即摆拢无咧食头路嘞。我有啦有啦有啦，我伫阮小弟的公司食头路啦，啊，其实无影。我小弟的公司一个月的供应我八万，其实不是那八万而已，所有印这些东西，所以我常跟你说，现在找一本500块，你来加买两本，不是替我买，加买两本，你买找500块，不是我赚钱的，到现在为止，他们的找的钱还没付清，看有可怜吗？印这么久还没付清呢，所以我希望讲，大家人吼，薰减较少食咧，酒啉较少咧，买两本啊，去予你的朋友，但是你莫予你一个朋友，你用这本我借你看，两工以后我要给摕倒转来，啊两工啊你甲摕，啊你若拢无看，啊你就知影讲，迄个人未去看册，啊我换一个，安尼照我在咧推广啦，啊无你讲叫你落去讲的哦，你敢上这两工的课，啊你就要讲。讲甲真好，很难呐、啊。我是读册读足久的呢，啊，读原文的呢，所以我所知影台湾的地位，和你所有了解的，他们讲有距离。但是我无阿未甲你讲甲真清楚，所以就讲你每一摆，尤其咱来咧受训，后期是10月初七、初八、初九，尤其初九礼拜时，你会当来听。我拢足新的资料会甲你讲，我所知道我拢甲你讲，我无咧惊呐。我美国都无你惊，我咧惊啥？所有嘅代志我会互你知，因为你是台湾人，你是民政委人员，我来互你知影。你咪当招你嘅朋友来听，你若讲对讲这有利，来替民政委来做宣传。所以呢，咱嘅上课嘅目的就是这出来。你看恁上嘅课，这嘅课，何瑞元美国嘅精神。潘良华跟你说做事
这讲啊真好呢。恁若会晓听吼，真正安排这人，咱经过美国政府同意的呢。东方院的宗教课，虽然伊是基督教，虽然伊是长老教会教迄个牧师，但是伊无甲你讲叫你信基督教呢，伊是甲你讲宗教呢。你请这个，咱这个啊做蒋维文今日迄个课，咱的郭牧师，台湾的历史，各位，这可能非常不是简单的人。咱所请的是爱真真正正有学问、有学识，要对台湾好的这些人。恁若今日恁若上这个课，你也要听迄个张文燕啊、张议长讲的迄个国家的医生的，甲迄个会计迄个制度啊，你应该爱做笔记的。各位拢会去做政务官哦。你唔通有一天你做着政务官，你都在烦恼呢？敢若亲像咱蔡总统伊去做着局长呢，拄啊开始蛮烦恼啊。你若讲伊若先来上课，都袂烦恼嘛。所以像咱讲的这些物件，各位，你爱珍惜。咱所排课拢是精英的精英啊。敢若我唔是尔，我敢若捌见证过尔，我敢若知影台湾的地位。所以以上这所有的人，恁应该照道理来讲，当然我今仔甲恁讲又看较慢啦，爱做笔记啦。所以你若转去，你要替民政府介绍人才来，来的时候你要甲讲，你要做笔记，每一节课拢爱做笔记，爱认真甲听，当然真艰苦。尤其是拜六去一天，好夭寿哦！你早是上到下昼时，上到吼，这个上暗时啦，这脚趾尾拢上要电弯去。有影都对，我想你读册阵无遮认真啊，对不对？对不对？对。无唔对嘛？我家己嘛安尼，我也唔知影。若既然讲你读册阵无遐认真，你即马真正为台湾的地位遮尔认真，各位保持落去，而且爱教话，爱甲你边的朋友讲。啊，替政府，当然，这个政府是台湾民政府啊。啊，替民政府找人人才，予伊来受训，甲鼓励。啊，那咱所来受训的人员愈来愈多。我刚刚甲各位讲，现准时有两个将官来受过训，有七个检察官甲迄个法官来受过训，有八个警方人员来受过训，有医生是十几个，牧师。咱的出家众拢有十几个啊，各位，这就是台湾的契机啦。台湾一定会成功啦！啊，咱台湾要建立到咱台湾人管台湾的这个国家，绝对无问题啦。在美国人的协助之下，你免惊美国，因为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伊袂独裁。啊，今日好加在真好加在讲和中国无关的。你中国，你做你的中国啊！你卖管我，啊！若要管我，要安怎？咱的后壁有老大哥美国，啊！若美国绝对是吃中国过过啦，过五十年，中国都管美国管袂过啦，所以你绝对放心。中国到今日还阁送干哪鬼的？伊的人民95%拢真艰苦，啊！若5%，迄毋是伊的。迄拢是共产党诶，迄拢是国家诶。伊我捌伫中国做过，我伫遐办学校，我伫中国嘛办遐真成功呢。但是落尾啊，伊看到遮尔啊成功，尤其是办教育，伊无爱互我诶理念伫中国国家传落去，所以想办法讲叫我甲伊合作，啊无爱合作，用假诶理由来甲我没收。当然伊即马无没收去啊，伊即马学校拢都伫咧啦，甲我讲。你回来嘛，我随行李啦。啊，若无，给你3000万啦。但是条件啦，袂当上电视，袂当写册，袂当告美国。我看到几个你啊，我唔爱摕你的3000万美金啦。我摕你3000万，我无较好个啦。啊，无3000万，我嘛袂足善的啦。我会当生活啦。我是台湾人，台湾人唔是这尼啊简单讲个3000万买卖。各位，希望咱大家拢同款的心来救台湾，好冇？今日多谢，谢谢。起立。
立正，行礼，遮济。卖离开吼，毕业典礼。